上人呢？我为什么要去见他呀？又不是我的错。你怎么就没错了？刚刚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是的，是让他先惹我的。丽娜。吴队长，稍微等一下，我现在把丽娜叫出来好吗？丽文小姐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你也别费心了。丽娜的心思我已经清楚了，她已经不爱我了。她那小孩子脾气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你又不是不了解的，她刚刚都已经松口了，只要你表个态，给她一个台阶下，她肯定就会下来的。你等一下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去叫她。老客，丽娜小姐，所有姐妹里就您最大方了。走了啊，拜。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丽娜小姐去哪儿了？走了呀。走了，她走多久了？刚刚走。谢谢啊。女士，请稍等。小姐，您的包刚才是不是落在座位上？是。要不您进来自己看看。好。女士，您的帽子，谢谢。你跟吴云甫已经取得了初步接触，现在情况比较紧急。吴云甫已经投诚我党，也有起义的决心，也要跟他沟通他起义的时间、驾驶飞机的型号和行动代码。你们的接头暗号是“何必愁烦，却鸟迟缓”。知道了。明天下午2点，王顺昌烟店，你把情报汇总给我。是。切记，一定注意安全。你怎么来啊？这什么呀？二少爷，我都已经说了你休息了。江科长，这是什么呀？六爷的货，明天晚上7点半送到国际饭店六爷的套房，看好了。哎，江科长，江科长，六爷的货你放我这儿，我这也不宽敞啊，万一磕着碰着了，那我今天要不是你在那儿多嘴多舌，惹得丽文小姐生气，泼你一身酒，关键是六爷的兴致没了。这是哥哥我为你捞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你明天把六爷伺候好了，让他开开心心的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但这事儿你要办砸了，自己掂量着办吧。就欺负人。吴队长，吴队长。丽娜还是不听劝。不是的，她已经回家了，我们回镇宁村吧。开车，跟上。Thank you.
找你有事儿。你好，乔先生。我认识你吗？哦，我和李杰认识，还请乔先生帮我给李杰问个好。认识李杰人多了，但是不一定李杰认识他们。啊，我想不可能吧。我和李杰是最好的朋友，乔先生是李杰的孪生哥哥，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。前两天黄小姐去我家，还跟李杰见过一面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原来你跟乔先生还是小学同学呢。进去吧。黄立文，我真的有要事要找你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你自己说的啊，你可不要后悔啊。妈跟娘姨都睡了，你在这先坐吧，我上楼把丽娜叫下来。丽娜，吴队长在楼下等着你呢，你要不要下去见见？丽被江科长抓住的！救命！叫你不要嫁了，在我家全部闹醒了，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是江科长抓的，乔弟啊！乔弟啊，你屋里啥动静啊？没事啊。乔弟，来开门，开门。收东西呢，我收东西，吵着你了是吧？这大半夜干啥呢？这是，吵着你，我收东西呢。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我睡吧。哎，等会儿谁？谁？声音小一点，耗子，折腾我一晚上的耗子。你看，不响了吧？哦，你听听，没事啊。没事没事。那行，有事叫阿三哥啊。哎。丽娜还没回家，都这么晚了，
可能去吃宵夜了吧。丽娜一下班就回家，她从来不在外多留。她会不会是跟那个老板走了？我看他们很谈得来。不可能的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你很了解丽娜，她是什么样的人你清楚，她绝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。那就是诚心避着我。可能是心情不好，出去兜风散心了呢。要不坐下等他一会儿吧。快点。右边下面两个就是黄丽文家的。哎，知道了。看来丽娜这一次是跟我来真格的了。以往闹脾气我一哄她就好了，现在她连一个微笑都不给我。我这几天睡不好，一躺在床上就想到那天她满脸泪水地跑出我家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哭得那么痛心。他平时性格跟男孩子似的，又累也不轻弹，就算被客人给惹急了，也只是笑着骂。我特别喜欢听丽娜笑，听起来就像一个调皮的小丫头。我不想让她受委屈，尤其是我家的委屈。丽娜对你的感情绝不逊于你对她的。我不知道你对以后是怎么打算的，如果你们两个结婚了，她是不是随着你生活在部队会比较好，你们两个悠游自在，也不用在乎那些门第家境的约束。这说不准，眼下是暂时状态。有古话说得好呀，何必愁坟，倦鸟之还。你是我的联络人。请告知我你的行动时间、型号和代码。我会在小年夜那天驾美制 P-51 战斗机至合肥，行动代码7531。明天我就向上级汇报，组织感谢你的信任，盼望你平安到来。南京方面正在监视我，很可能也注意到你，街头要当心。
此次回来竟会和丽娜生出这样的知己，如此关键时刻，我却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讨回一个人的心，我自己也觉得惭愧。你别这么说，我明白丽娜对你的重要性，你一定是想得到她的支持和理解，是吗？此去广州，生死难卜。不论如何，我想和丽娜好好道个别。交给我。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得上，你先回去休息。明天启程之前，我一定让你见到丽娜。去跟着姓吴的，你盯着黄立文。行，小心点。哎，老客嘛，我是丽娜的姐姐。哎，我想知道丽娜走的时候有跟谁一起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就问一下。谢谢你啊。黄立文。我真的有要事要找你。想喘口气是吧？但是你别为难我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好吗？我们约法三章：一，这是我家，大家都睡了，不能把动静弄太大。二，你是江科长抓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三，明天江科长要把你送给毛六爷，所以我也不能把你放了，偏也救不了你，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啊。如果你明白了，我就把他拿走，你就喘口气儿。好点了吗？我像你傻，我傻，还跟我约法三章呢，把自己底牌都漏了。像你这种人进赌场，肯定是输掉衣服、输掉裤子，满当当进去，吃掉就出来。咦，这是你家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要是想弄出点动静，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呀？说你是绑了一个姑娘，还是弄堂口那户人家的女儿？二，你说我不是你逮的。谁能证明呀？我说我就是你逮的，我绳子是你绑的，布条是你塞的。三，江科长让你明天把我送给毛六爷，说白了我就是毛六爷的人，你不敢放我，但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吗？听好了，你不想为难我，我也不想为难你，所以赶紧给我把绳子松了。快点！小丫头片子，赶紧的啊！你干嘛去啊你？你回来给我松绳子呀你！什么东西啊？你！小心小心！你想干嘛呀你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小强水。你知道六爷为什么喜欢你吗？因为你脸蛋漂亮啊。要是六爷看见你不漂亮，他会问我
你为什么不漂亮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吓我，你吓我我就叫了。叫，我叫了，你叫，我。放脚边呢，还是放哪儿呢？放脚边只能弄到脚，放手这边，这哟，嘘。哎，放这儿好，放这儿离脸近哈。叫啊！你动啊！我不动，你也不要动啊！黄小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想找乔世才。你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们家二少爷啊？你还是快走吧，你这样的话会给我们家二少爷惹事儿的。你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我不会太长时间的，我就一句话的功夫，我发誓就一句话的功夫。我有要紧的事情找他。那你快一点，你别站在这儿了，会被人看到的。快起来起来，你就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叫二少爷啊。桂芬，大少奶奶，你还没睡啊？你这大半夜的，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啊？我，大少奶奶，黄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有要紧的事，想找乔世才跟他谈谈。可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你三更半夜来找我们家老二，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，我们乔家怎么跟外人解释？小五，我出。不行不行，大少奶奶在外头呢，你要出去的话惊动太太了。你快回屋去。不行，真的，哎呦，我真的要出。吵什么呢？妈，乔太太。妈，这位黄小姐这么晚了找咱们家老二，还说要谈一谈。小声点儿，你爹都睡了。黄小姐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可以代你转达。乔太太，对不起，这么晚还打扰你们，但是我真的有特别要紧的事情想找乔志才，而且我需要当面跟他说。我真得出去。哎哎，二少爷，你要是出去的话，太太更会着急的。你就听我的，你别添乱了，赶快回屋去吧啊！快回屋去。我儿子不在家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那不好吧？我们都准备睡了呀。您要是实在想等的话，出去等吧。打扰了，妈，你这老二怎么还跟他们家的人纠缠不清啊？行了，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啊，不许外传。跑下去有什么关系？该不会是我姐吧？你姐怎么知道你在我这？她怎么就不知道了？今天一个晚上你都在给江科长和毛六爷卖命，她又不是傻子，难道她看不出来你们是一伙的？再说我们是一伙的。
哎，姓乔的，干嘛？你是不是对我姐有点意思呀？今天我在舞厅我就看出来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姐那个人是相当的不解风情，如果你想追她，那你可费点劲。闭嘴！我睡着了，我就能闭嘴。睡你的。干嘛？你骗我！骗你怎么了？带我睡觉去。哼！哎呦！姓乔的，我这样累得慌，躺不直睡不着。就这么睡。你的被子好臭，床板好硬。你再多说话，就把你嘴给堵上。科长，乌队长离黄立文一起去了镇宁村一号小座，在里边待了50分钟，最后黄立文又送他出来，未看见费丽娜踪迹，不知道他是否在家中。乌云府县的人呢？已回乌宅就寝。黄立文呢？兄弟们盯着呢。乌云府明天就要回广州了，他在上海这些天一直在咱们监控之中，唯一接触的可疑目标只有黄立文。可黄立文现在是毛六爷的座上宾。外加这个江科长和那个乔志才，这个女人的身份有点扑朔迷离呀。障眼法罢了，不管黄立文和毛六爷是什么关系，只要他是共党安插在乌云府身边的联络人，那么他只要有情报，就一定会和他的上级接头。只要发现他跟共党的人接触，立即逮捕。是。刚才在那儿呢，哎，肯定咱俩说话的时候他们溜走了。乔十三，我妹妹呢？听我说，是不是你们把她带走了？
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丽娜不见了，我打电话问了百乐门的人，说她一个人早走了。我把家里都翻遍了，她一张便条都没有留，她从来不会乱跑的。乔世才，你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刚刚来我家，就是为了要说这个。对。之前，你追求丽娜就不是要真心追求她，对吗？当然。毛六也派你来骚扰她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现在他们要对丽娜来硬的？带我去找他们，快点！你他们，安静！我真的是不好惹。嘘，你跟他们做朋友，现在还替他们卖命，乔世才，你真的跟他们成了一路人了？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货色，我还以为你把我看得跟别人不一样，会高看一眼，原来是我一厢情愿，你根本没把我当朋友。黄丽蓉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你周围很危险。你不想知道你妹在哪儿吗？在楼上。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新疆的把他捉了，放到我这儿，我怎么办？他让我看着他，说明天是毛六爷过生日，把你妹给送过去。你不信问他，我没。你把丽娜当什么了？你们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一点都没有参与。你不信，你问他，你就相信我一次。掉地上了，把您吵醒了。三更半夜的。我会注意的。啊，晚安，妈。等等。我问你，你跟那个林家那女儿是不是还有来往？怎么会呢？妈不就为了你那个妇女委员的那个名额吗？那一个一个签名多不容易啊！我怎么能跟竞争对手的女儿交往呢？绝对不会，妈。啊，你晚安。早点睡。姓乔的，刚刚要不是看我姐面子上，我肯定给你好看。乔世才，今天晚上的事情我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也相信你没有参与这件事。我真的没有参与。现在我带丽娜走了。我不反对，我不反对你把你妹带走。那姓江的人确实做得很下作，但是我把他放了。那明天晚上姓江的人找我要人，我给不出怎么办？他真的是个王八蛋，他真的会把我打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为你做什么事儿我都愿意，但你也为我想一想。我求求你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想到对策，我一定能想到对策，好吗？哎呀，人家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你别说话。好了，乔世才，我知道你有难处，但丽娜我必须要带走，我不能让你把她带给毛六爷。那我怎么办？可丽娜是有未婚夫的人，明天她未婚夫就要走了，她必须要去送送他。我求你了，乔世才，我求你了。你想想我好吗？我求你了，求到你帮我这个忙。你求我。好，丽娜，跟我走。不，你知不知道吴队长承受了多大的压力？他有什么压力啊？他怎么不看看我有多苦啊？还说要保护我，关心我，我都被人掳走了。他人呢？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家里等了你一晚上，他
他很担心你，还是我把他劝走的？是你的未婚夫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丽娜，你能不能稍微大度一点？吴队长明天就要去广州执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万一这一面没见上。就是乔才卧室，这灯都关了，这俩人是准备一块过夜了？这是重点吗？这还不是重点啊！大半夜的，还不是干？严肃点，盯着盯着盯着。就把我拽到毛六爷的桌上，姓楚的不敢招惹毛六爷，我也没办法，迫不得已，所以，反正你也不信，在你心里我就跟他们是一路人。你们俩在干嘛呢？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呀？我不该把你想成那种人，对不起。还有那杯酒，真的对不起。新出的那个人回来了，他也会天天盯着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早不盯，晚不盯。我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，旁边绝对不能有他们。姓楚的天天跟着你，那姓江的又折腾我，我们这太倒霉了。对了，什么对了？你还记得码头仓库吗？那个姓江的，那个姓楚的，他们俩不对付，这个不用白不用啊。你先让丽娜在这儿待着，我看着她。哎，这是我的计划，我终于找到解扣的办法了。如果这个计划成型，不但可以让丽娜跟她的未婚夫见面，还能甩掉你这边盯梢的，让你顺利完成工作，还能给那个姓江的一点颜色，让那个姓楚的合上眼。